不如等四哥回来再做决定吧。如果等郑伦回来，恐怕又要送掉许多人的性命。
各位金衣大侠，是我以同心门掌门人命令你们，即日下山捉拿于飞侠归案。遵命。客官，请里边坐，请。坐在门口的两位是你们的老客人？是以衙门里当差的，私刑查访。这儿出了什么案子了？这儿出了个飞贼，是女飞贼。怎么知道是女飞贼呢？这儿几家大户都给抢了，有人看见她是个蒙面女子，据说她还会什么黑茶掌的。小二，哎，来，哎，客官，这小子跟你说些什么？没有说什么，他是位过路客。哦，哎，您不要疑心。你两位现在要吃点什么？哎、啊、哎，先给我拿一壶酒来，哎、再弄两碟菜。哎小二，哎，客官，我想打听一下，这儿有没有一家万象镖局？哎，有有有，在西大街，一过宝带桥就是。在下周通，请问壮士大名？同心门卢一南，特来向周老英雄请安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原来是同心门金衣大侠卢侠士。失敬，失敬，请坐。卢侠士，皇陵壁号有何见教？听说此地出了一位女飞贼，在下想知道她的底细，不知周老英雄能否见告一二？这个我不大详细，不过据我所知，应该说她是一位女飞侠才对。难道她还是一个义子？嗯，她是锄强扶弱，劫富济贫，这不是侠义的行为吗？怎么说她是飞贼呢？听说她有黑沙掌的功夫。是的。老英雄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卢侠士可否见告？他的名字是于飞侠。哦，他是黄山派掌门人于云阳的女儿。是的。老英雄，如果知道他的下落，请你把他的住址告诉我。我实在不知道。这边请。哦，好。请。哎，来来，卢侠士，请坐一坐啊。好，周镖头，张老爷，什么事？我有件事要拜托你。哎，哦，他是我的兄弟。哦，张老爷不必顾虑。哦，坐下来谈吧。哎，好吧。真糟糕，昨天晚上那个女飞贼到我家里来了。府上丢了什么东西没有？之前的财物我早就收藏起来了，谁知道他得不到财物，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张字条下来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需要银子500两，今夜3更放在宝带桥上，勿误，不然则砍你狗头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是要头啊，还是要银子？当然要头了，钱可以再赚嘛。那还不容易吗？派人送去就是了吗？就是没有人敢送去，
所以才来拜托你的吗？不行，让官府知道喽。你怕什么？官府有事由我担待。张老爷，嗯，我去。啊，周老英雄，你这个买卖我替你干。我看你也不过是个狗腿子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别胡说，我可不是衙门里的人。那你是哪一门的？同心门。原来是金衣大侠，失敬失敬。请问大侠，同心门很爱管别人的事？抢书杀人，蒙着脸不敢见人，这是什么罪？还对得起你的师父进正伦老英雄吗？我师父不像你们蛮不讲理的颠倒是非。少废话，跟我到同心门去认罪。不去怎么样？那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好，我就领教领教金衣大侠的剑法。我要领教领教你的黑沙掌。小心点，别替你们同心门丢脸了。哎，哎，哎，黑沙掌在我面前没有用，于姑娘，你还会什么功夫全拿出来吧。同心门的奴才，看姑娘来收拾你。进门去。跟我到同心门去。你不能让你师父进老英雄为难呢。你也应该去看看你师父啊。孝心可嘉，但是你要找出真凶才对啊。你知道真凶是谁吗？我相信绝不会是你所说的那五派人马。可以见得，这五派掌门人在同心门报告的经过是称霸武林40年的六绝神魔，凭了他独创的六绝神功
江湖上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又敬又怕。那年他害了重病，自知不久于世了，不忍把毕生心血所得埋没，因此呢，指定了日期，要将六绝神功分赠给六派掌门人。黄山派云阳，我看他不会来了。我们再等等吧。不要等他了，来，把第一绝黑沙掌留下，其余的分给五派掌门人。是。第二绝一指禅，第三绝修罗剑，第四绝七煞刀，第五绝金刚手，第六绝铁布衫。各位掌门人，我因风烛残年，不愿把一生心得埋没于世，你们得了之后要潜心研究，待我行道江湖，切记切记。遵命。黄山派云阳对黑沙掌早有成就，所以我把第一绝上乘黑沙掌留给他，使他便于领悟。云阳有事迟到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多谢大师。请请请。难道会记错了日子？说不定，按理说不会不来。是啊。阿弥陀佛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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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抱歉，抱歉，为各位久等了。老人家不耐烦，已经把五绝宝录分给我们了，还有第一绝最上乘的黑沙掌，等着你去拿呢。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再见啊。请再见，请走好走好走好。父亲的尸体，再回到庄上，才知道六绝神魔也被杀了。从这些情形来看，害你父亲的当然是另有其人。这都是他们编的谎话。怎见得呢？我父亲出事那天，有一个樵夫在山上砍柴，无冤无仇，你们不要认错了人。他们害死了我父亲，又不敢以真相见人，所以你就赶尽杀绝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赶尽杀绝？黑
黑沙掌不是你们余家的独门功夫吗？告诉你经过的那位老樵夫现在哪里啊？不知道。这样重要的证人你怎么不问他地址呢？人家好心告诉我，难道我还要连累他？上当了，说不定那位老樵夫就是真凶。什么？喂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年老体弱，带他一程吧。别上当，放下。啊，你还怕他？你一要带他，那我就不跟你走了，我走我的。别走。赶路。这样跟踪我们，一定跟蒙面女有什么关联。卢大侠，乞丐帮会中你有人认识吗？乞丐帮会中有名的我全都认识，可是这个老乞丐我从来没见过。让我看看他是不是假扮的。哎，我来。是假扮的。沙顺，他就是病郎中沙顺。是的，雨姑娘，我们不如把他带到同心门去，对你有点帮助。对。公主，于飞侠已经拿到了。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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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于飞侠，少林五党空洞，华山峨眉，这五派都控告你杀人放火，你认罪吗？我不认罪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放火。胡说！道叔杀人是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想赖？你杀了我派的17个门人，又放火烧庄。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你！你是血口喷人，满嘴胡说！阿弥陀佛，一定是魔鬼迷了你的心窍了。徐飞侠罪大恶极，应该立即处死，以彰天理。本门绝对依法办理。盟主，
蒙面女子作为根据，指控于飞侠杀人，要求加以处分，这点理由似乎不能成立。哦，你认为于飞侠不是杀人的蒙面女子？是，我认为证据不足。听说九侠一男在半路上遇见了病郎中沙顺，我推想沙顺和蒙面女子一定有所关联。关大侠的意思是蒙面女子另有其人？不错，另有其人。是谁呢？哼，我要知道是谁，这件案子不就早解决了？不知道就免开尊口。我是同心门的一份子，应该说句公道话。如果以不充分的证据加罪于人，我们是不会答应的。对，请各位都坐下。门口，于飞侠罪证确实，请即下令处死，以慰亡魂。请你先坐下。于飞侠，你能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不是蒙面女子吗？如果卢大侠和关大侠所说的不能算是证据，我无话可说。哦，你不承认是蒙面女子？我是于飞侠，我不是杀人放火的蒙面女子。你既然断定令尊于云阳被五派人马所杀，你身为人子，为何不出面替父报仇？在未找到真凶之前，我绝不胡乱杀人，我一定会找到真凶的。你所谓真凶是谁？现在我不便说。各位，现在开始公决，主张处死于飞侠的请站起来。好，坐下。认为于飞侠无罪的请站起来。我认为暂时将于飞侠收押，并派弟兄去邀请沙顺的兄弟血胆豪客杀人前来作证。如果杀人承认他哥哥沙顺是受蒙面女子所指使，那于飞侠就应该无罪释放。盟主，那我们就以一个月为限。各位，你们认为如何呀？好，我们以一个月为限。既然无人反对，就这么决定。二侠三侠听命啊！你们二位今日启程寻访杀人，无论寻着与否，在一个月以内赶回本门。遵命。在下是同心门第三号金衣大侠关世阳，这位是第二号金衣大侠铁灯和尚，前往江南办案，不知各位壮士有何指教？少废话，杀！慢！阁下何人？可否赐教大名？凭你们两个蠢材，不配问老夫姓名。杀！
重案件伤人不是好汉，二哥杀。你们不用紧张，只要等一个时辰就变成金衣大侠了，先躺下吧。哎，真像铁门和尚一样。快快扶他到房里边去歇去。先进去歇一会儿吧。一个月的期限就快到了，如果查不到真凶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师父，难道你也不相信徒儿是受人冤枉？我知道你不会这样残忍，但是用黑沙掌杀人的蒙面少女又是谁？江湖上难道还有另外一个于飞翔？师父，
我绝不是那个蒙面女子，请你相信我，师父。盟主到。四侠靳正伦呐，四哥身体不舒服，到现在还没有起来呢。三侠关世阳，在，你见到杀人没有？沙家庄被火烧了，杀人不知去向。这么说，要证明于飞侠是否有罪，恐怕不容易了。盟主，自从于飞侠抓到之后，一个月来未曾听见蒙面女子出现，这就是有力的证明。请盟主立刻下令斩了于飞侠，以绝后患。对，不能再等了。来呀，把于飞侠押上来。盟主，同心门执法如山，武林中人人敬佩，对于这件案子我们不能不加倍谨慎。于飞侠蒙面杀人，就是想蒙蔽武林，可是他没想到杀人的黑沙掌就是他无法抵赖的证据。为了发扬武林正义，于飞侠应该处死。对，于飞侠应该处死。带于飞侠。他就传遍江湖，我想那个蒙面女子还会出现，最好你能抓到她，这样才可以查出杀你父亲的真凶。还请师父指示我从何处下手。你想一想，六绝神功还有哪几处没有被盗？玉虚观、峨眉山、少林寺。你只要查访这三个地方，就可以得到线索。那师父你呢？你不跟我一起走？掌门大哥一定会派人来抓我们回去，我在这儿阻挡他们一下。你快走吧。师父，你不要担心我，我会对付他们的。快走吧，越快越好。徒儿告辞。哎，一路小心，走，快走。为什么？因为贾御史夫人将要来第四上香，都是你眷，甚不方便，请施主暂时回避一下。那么哪儿方便呢？请随我来。施主，请，请坐，请施主暂时在这休息一会儿，等御史夫人上香之后，贫僧再来恭请。无名，这位施主前来敬香，你要好好的招待。好，先去沏一壶好茶来。是。
贫僧失陪了。大师请便。请用茶。谢谢。哎，御史夫人来了没有？来了来了，正在上香呢。好大的气派。哦，什么气派？请到客房休息。还有40位官兵随行保护。带这么多人来上香，嗯，好威风啊。师弟，嗯，师父请这位施主去大殿上香。好，施主请。好。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看看轿子。轿子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还是先上上香吧。走开，走开，走远点。看什么？看看总可以吧。哎，这顶轿子是御史夫人做的。不许看，走开。快走，快走，走开。啊，干什么？想打架？施主，怎么样？走走，我们到别处看去。你御史夫人有什么了不起？有朝一日，我江一鸣中了状元。我要不是看你是个念书人呢，我就打你一个狗吃屎。你这才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施主，你们斯文人何必跟他们生气呢？走走走。小师傅，哎，劳驾你给我留一间住房。哦，我今儿个不走了。待会看看他们是来了，请施主回避一下。什么人来了？御史夫人来了。一个御史夫人有什么了不起？请施主再回避一下。哎，施主，我们走，来。嗯，哎，请施主还是到里面休息一下吧。哎。小师傅，哎，来了位御史夫人就这么紧张，要是来了位御史大人那还得了啊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不能看啊，不能看啊。真的御史夫人是真的？你认识这位御史夫人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知道她是真的？我看她不是真的御史夫人。这位施主是不是刚才看花轿的那位啊？是的，有什么事吗？御史夫人知道了很生气，要见见这位施主。施主这怎么办呢？哦，他要见我。好，带我去，我正要见见他。带他进来。是，施主请。啊，拜见。好大的胆子，敢在这儿闹事。你是什么人？上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施主，夫人问你，你怎么不答话？请
她怎么不像是贾御史夫人呢？你满口胡说。管家，你太放肆，少林寺乃佛门之地。该死的东西，谁叫你打人？请夫人恕罪。快扶他起来。是。向他赔礼认错。哎，请公子饶恕小人。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。打人者终被人打也。哎，夫人，请你歇息，老衲告退了。上人，不要忘了今晚来讲经啊。老衲今晚准时前来。公子，公子请留步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被打着了没有？上人，你的气色，不好看。公子，你是？我们另找个地方谈谈。好，请，请。上人请安。哦，起来起来起来。我敢当，请教大名。我就是被老前辈们冤枉杀人的于飞侠。你是于飞侠？上人，我不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蒙面女子。那你是？哦，我是来求你相助的。啊，怎么样相助呢？今天来上香的那位御史夫人，你认为可靠吗？难道说她是假的御史夫人？那你说她是谁呢？先父大仇未报，我不能轻易送掉我自己的性命。我就逃出了同心门，乔装改扮，寻找杀我父亲的真凶。你这是肺腑之言。为了洗清我的罪名，我请求你能助我一臂之力。你要我怎样相助呢？请你不要揭穿我。那蒙面女子今晚恐怕会出现，会对你不利。
施主，也就束手就擒吧，免遭杀身之祸。口出狂言，你们过来。嘘。杀人灭口，你这样心狠手辣。一定是长得很美，我想看看。好吧，你来看看吧。你蒙着脸不敢以真面目见人，我想一定是个大麻子。你有本事就过来看看。不要想跑，你跑不了的。哼，你说你想把我怎么样？我要看看你的真面目。好，你看吧。想不到你长得这么美。真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这么美貌的姑娘居然到处杀人。你是少林寺的什么人？你看我像个和尚吗？那么你是哪个衙门里当差的？我也不是衙门里当差的。哼，多管闲事。
乖乖的跟我走，不然我就送你上西天。你要我跟你上哪儿去？你输了就是我的人了，我爱带你上哪儿就得跟着我上哪儿。客官，你们两口子来真时候，晚一点啊这间房都没了。二位先等一等，我去给你们点灯。嗯，哎，他以为你是我的媳妇儿。客官请进来吧。哎，请请。二位要点什么吗？叫点东西吃吧。哦，不要了，谢谢。哦。我们可真有缘分，这儿就只有一间房。你还绑着我干什么？怕我逃走啊？我知道你不会逃走的，来，我给你松绑啊。哎，来，我给你揉揉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真是花容月貌啊。这样好的姑娘怎么会杀人呢？我猜你一定是受人主使，主使你的人是谁呀？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故意来盘问我？哎哎哎，别开别开，你不会着凉的。你怕我会逃走？你不会逃走的。那么你告诉我，你是谁，跟少林寺有何关系？哎，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，我叫江一鸣。现在你也该说说你的姓名了吧？我叫艾青。艾青姑娘，你蒙着脸杀人，一定有所顾忌。你不说，我也猜得到。那你猜吧。你是假冒一个人？你说什么？我是假冒谁？你是假冒我。对，我是假冒你这个。那么是谁逼着你这么做的？我爹。那你爹叫什么名字？我要睡觉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早点歇着吧啊。我们怎么睡呢？一张炕当然睡在一起了。什么？你跟我一起睡？哦，你不喜欢我？你睡在这儿。江一鸣，怎么？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浪荡江湖。
如果肯当一名护院，我就推荐你去。好啊，在什么地方？洛阳东门外桑柱茶庄。这就是我的推荐信。谢谢爱卿姑娘。多关照。请你等一等。啊。江先生，啊，李总管，他叫江一鸣，这是爱卿姑娘推荐来当护院的。这位是李总管。李总管，四老爷知道了吗？我这就去禀告，请李总管多多关照。你先带他到客房去歇着。是，请。你暂时在这歇一会儿，我去叫人给你沏壶好茶来。谢谢你啊。既非茶庄之人，请救小老儿一命。小老儿与茶庄主人艾北村有血海深仇，今夜前来行刺，不料被他们发现了，正在搜查，请壮士可怜我大仇未报，救我一命吧。他们来了，请壮士发发慈悲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快躲进去！快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什么人？是我，江先生，请你开门。开门！李总管，什么事啊？走！是。不许走！为什么？李总管，是不是在找一个人？江先生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出来，朋友，出来吧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东家一早就回来了。是的，他一回来就想见你。
请。江先生，请坐。我叫四爷，请你坐下。是。江先生觉得奇怪吗？是的，不明白老前辈的用意何在。现在世道险恶，人心难测，因此开了这样一个玩笑，请你不要见怪啊。不敢不敢。先仙何处？长安。长安是个大城，巡视不难，为何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呢？老前辈是赶我走？不不，只怕先生委屈不下。怕委屈也就不来了。说得痛快。二爷到。二爷，二哥回来了。哎，老四，这位是谁啊？哦，他是青儿推荐来当护院的，叫江一鸣，这是我们家二爷爱南村。晚生江一鸣，请老前辈多指教。嗯，下去休息吧。是。幸亏请。江先生一进门就获得四爷的信任，可喜可贺。来，我们大家敬江先生一杯。江先生，请。谢谢。以后还得请各位多多指教，请。请。哎呦，你的胳膊比我长啊！哎，兄弟，这一杯酒算是咱们兄弟给你接风啊！不敢当，来。现在该让我来敬敬各位了。你怎么了？居然敢找上门来。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你这么老实，我是很老实的。别装了，你是想来做奸细的？我是奸细？不是你请我来，谁知道桑柱茶庄在哪儿啊？这么说他们错怪了你？非但错怪了我，还错怪了你。要是我放了你，那你也得跟我走。哎，爱卿姑娘，爱卿姑娘，我不能连累你，我要你跟我一起走。
弟子南村叩拜师父圣安。我们在少林寺的事是坏在谁的手里？是坏在姓江的手里，叫江一鸣，现在已经给我们逮住了。已经被逮住了，蠢材，你们都是蠢材。上面的朋友录像吧，难道还要我请你下来？朋友，你这样不客气，我就要请你下来了。一定要把他抓回来。快去。绝不会饶过你的。你屡次蒙面杀人，一定是有原因的，是吗？想嫁祸给于飞侠。想嫁祸给于飞侠？为什么？因为于飞侠是黄山派的人，他正想报杀父之仇，这么一来，江湖上各派人马就无人怀疑另有真凶了。是老庄主的阴谋。嗯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他得到了神功六绝，消灭了五派，就可以天下无敌了。难道他不怕同心门吗？
同心门的金衣大侠都认为于飞侠盗书杀人，哪知道是我假冒的。爱卿姑娘，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你还是跟我回同心门去。临头还要说大话，我今天是来给你送终的。好，看谁给谁送终。有仇？不，老庄主怕他泄露秘密。他是谁？哦，爱卿姑娘，你过来。他就是蒙面女子，冒充于飞侠的，就是他。我已经全知道了。不要怕，我不会难为你。你带我回去见你父亲。你们全家都受了老庄主蒙蔽了。庄主，庄主怎么还没回来？是啊。庄主他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出什么麻烦吧？很难说，这两天外边风声很紧，咱们可要小心一点。
侠靳登伦是，于飞侠是你放走的？是，为了师徒之情？不，为了他受了冤枉。那你有了证据了？不但有了证据，而且查明了真凶。那好，就是他，他就是蒙面女子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是谁？艾青。假冒于飞侠杀人的就是你。是的。杀的。各位老前辈，请冷静一下，告诉你们，真凶的后边还有主凶呢。过人阴险毒辣，罪恶累累。你们知道六绝神魔是谁杀死的？神功宝禄是谁盗走的？他为了盗取宝术，假冒于云阳杀死六绝神魔，又命他的徒弟假冒武派人马，再把于云阳杀死，还有假扮樵夫去欺骗于飞侠，说他父亲是被武派所害。反过来，他又命他徒弟的女儿冒充于飞侠去杀人，以造成混乱，彼此残杀。各位兄弟们，此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他喊出来，来者不怕。二哥、三哥，你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盟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干什么？慌慌张张的，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居然被歹徒混在同心门里。盟主，同心门里还有歹人？对，还有歹人混在我们同心门里。盟主，怎么把题目拉开了？什么题目？拿主凶。四哥，主凶是谁？谁？就是你，我们的盟主。四侠，你疯了啊？哼，老庄主，你
别再伪装了，你的阴谋已经被揭穿了，明的一面，暗的一面，你心狠手辣的手段蒙蔽武林，独占神功六绝，说话要有证据。当然有。这就是在他房里搜到的证据。他盗来的三本神功宝录，还有假冒老庄主的假面具。好吧，有本事就过来。望怀侠，你看看我是谁。我就是替父报仇的于飞侠。这个老不死的，今天我来给你送终。